我最害怕是醒不来而已。每一个病患，靠你啊，靠你啊。Are you okay, sir? 每一个医生，我会有一种好像去打仗的感觉，想把手术做得最好。如果有偏差的话呢，就会给病人带来很大的危险。每一次的手术如同战役， This one I can't bring them. 生死一线。Come back. 手术台上，10月25号起，晚上9点，优频道，你也可以同一天在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。